些标签，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那漫长的楼梯到底还要爬多久？大多人迷茫，一生学习安于困惑，但大多一生却困于安逸的生活。当你有最多的选择，会怎么选？该不该踏出的来不易的舒适圈？你想到环境太严苛，其他价值不值钱，但踏入白色巨塔可能就是五十年，这年代是五月天，不如买赎罪券。不相信真实的价值有什么不会变？当你想突破那框架，他们告诉你阶级单干是分贫富贵，监狱是我请的丧家。我的想法添了作分，又有多少医学生真心想救人？十八岁的高中生每个面试宅心仁厚，出枪毕业即是开进诊所知青春痘。要先享受，要享受牺牲，我早该想透，要享受牺牲是最高层次的快乐。反正成绩不好还可以选外科，我们才来学习还敢无病呻吟，每天在家里学习就能平步青云。爱是吃的烦恼不敢说给别人听，热情一点一滴慢慢结成冰、yeah。这首歌叫《白色巨塔》，大嘻哈时代没唱过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